关节里边得分最少的是无敌，一分都没有得。现在我们有一个小牌子在我的身后，我们看见了，这儿写着到底是谁，在它的后面分别是加减乘除四个符号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请四位嘉宾依次上来来翻开它。我们的顺序是这样的，刚才谁答分低谁先来，所以说按照分数高矮，那么分别就是无敌、张小元、张小满和吴越。待会儿上来之后呢，无敌会打开某一个，咱比如说打开一看里边是加，那么好，在他的分数上给他加500；打开是减，那么好，减500；乘以2；除以2。那么这个分数就是你最后的分数，听明白了吧？我们先请无敌到前面来。来，四个里边你挑一个吧，你看哪一个决定你最后的命运。刚才您说打个比方说是加，给你加500分，我就选加。你认为哪一个是加？对，你认为是他。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啊。恭喜加上500分。是，他现在是2000分了。小圆儿，我就选第二个吧。那第二个了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张小圆除以2，还剩下700分。哎呦，很遗憾了。来，方姐姐拿着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张小满，选哪一个？我们就选第三个吧。第三个是吧？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。哦，乘以2，1700乘以2是320。什么账这是？还剩下吴越，你还挑一个吗？我选第一个。哎，就剩一个喽。好，减去500分。好极了，我们来重新看一下四位的分数。张小圆700分，吴迪2000分，吴越1100，张小满3400。